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部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部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部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637页最后一行，从当中啊看起。又《制度论》第30卷说：“一切诸善法，皆从三善根生增长。前面是引用的魏一本跟十住毗婆沙论，大智度论也是这样说啊，一切善法都是从三善根生，从三善根增长。这三善根就是无贪、无嗔、无痴。翻过来叫三毒啊，翻过来是贪嗔痴。贪嗔痴是所有一切不善之根啊，一切不善都是从贪嗔痴生出来的啊。所以这个遇到佛光利益当中啊，说得非常圆满，说得非常究竟，苟灭善生啊，所有一切烦恼染污都灭了。啊，那么一切善呢，都生，都从这里生起来了。啊，前面我们学习过。断我修善，积功累德，是诸菩萨生生世世无量劫的修行。啊，我今天早晨看到了汤恩比在日本第一次访问，这部书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，一共有七章，还有一章没翻出来。啊，我以前看过断片的、引用的，没有看到全书。第一章就很有趣味，讨论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：人活在世间为什么？
这是个大问题。古今中外呀，多少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。解答的最圆满的是释迦牟尼佛。啊，他把事实真相真的讲出来了。啊，那么汤恩米也说的不错。汤恩米说了大概是为两桩事情。一个是爱。啊，对于爱说了很多。啊，但是这个字并不究竟。啊，是说出了重点。我们在过去学习也谈到人生百日，提路真常，那个真常就是爱心。啊，小孩生下来不到100天，就是3个多月，你去观察他，啊，细心观察他，虽然不会说话，他有表情，他有动作，啊，这个时候他没有受到染污，他不认生，认识这是他的妈妈，那是他的爸爸，他已经被染污了，啊，他认生了，啊，有分别，这个是那个不是，啊，在3个月之内啊，没有这种分别，谁去抱他，他都欢喜，啊，他都不拒绝跟你笑眯眯的，啊，这时候看出来。最天真的爱，这个爱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那最高等的爱呢？那是佛菩萨。佛菩萨的爱不但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而且没有起心动念，这就不可思议了。没有起心动念流出来的，才是从自信的真心里头流出来的。所以真心是什么？真心充满了爱，这个汤恩并没有说到，啊，他只说到大爱，爱一切众生，甚至于爱花草树木，爱山河大地，他讲到这一层，啊，但是说的不透彻，佛讲的透彻，啊，这个爱心不是学来的，自信本来就是一个爱心。啊，所以我们用大乘佛法来看这个爱，啊，不起心不动念的爱是佛的爱，诸佛如来，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，菩萨的爱，啊，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是阿罗汉的爱。啊，如果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里面充满了欲望，这是六道众生的爱。啊，六道的众生的爱是以欲为中心，他的欲望。啊，那么他一定有占有的心。啊，不但有分别有执着，他有占有。这个呢就造业了。啊，阿罗汉不造业，不造轮回业。啊，凡夫的爱造轮回业。所以我们要问佛，人到这个世间来为什么？佛说了一句话4个字，人生愁业。愁是愁报。啊，到这个世间来不是你自己来的，你自己不会来，啊，也不是上帝叫你来的，也不是阎罗王叫你来的，不是的，是业力。啊，你跟这些众生有共业，有别业，
共业跟你拉在一起，啊，别业是个别受报，这个讲得好啊！啊，阿罗汉不造业了，所以他没有果报。啊，佛菩萨不造业了，他到这个世间来为什么？你看众生来酬业的，啊，佛菩萨来酬愿的。他过去发过这个愿，啊，要度这些苦难众生。那现在众生正是受苦受难，啊，他是愿力来的，是来帮助众生解决问题的。啊，这个不一样啊，帮助众生解决问题，这是大慈大悲。救苦救难了，啊，这个不是酬业，啊，是过去生中初学佛的发过四弘誓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自己现在成佛了，有这个能力帮助众生，啊，他是为这个来的。啊，那么这个才说得圆满。啊，人活在这个世界，意义是什么？价值是什么？这都是许许多多人在讨论。啊，没有佛说的那么亲切。啊，你造作的是善业。我们常说三善道是消善业的，三恶道是消恶业的，果是消除业障啊，因是你造作，你不断的造作，天天造作，怎么消也消不了，也消不完啊，一面消是一面造啊，一面造也一面消，这样造成一个循环，没完没了啊！啊，就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只有佛把这一关呢看破了，啊，知道这个恶性循环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大乘经佛常说的，万法皆空，金刚经上讲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有为法，有生有灭，啊，动物有生老病死，有生有灭，啊，植物有成住，这个生住异灭，矿物、山河大地有成住坏空，啊，包括星球，啊，星球在太空当中运动，啊，像我们地球绕着太阳转，太阳领着一群这个星系绕着银河转，银河又绕着一个大的星系来转，这个可谓天文学家还没发现，啊，肯定是有。啊，佛在经上讲，释迦牟尼佛的教区多大呢？十万亿个银河系。所以
银河系肯定是绕着一个更大的这个星系在转。啊，我们的天文学家没发现，因为它太大了。啊，那么佛告诉我们，像这样大的星系，啊，这个叫一佛土，佛经上叫它做三千大千世界。啊，这样的星系不知道有多少啊！每一个大星系都有一尊佛在那里教学，佛跟这个地方地区众生缘尽了，别的地方去了。另外有佛的时候，跟这有缘，他又来了。那一个地区不是永远一尊佛，他换了。不过换的时间很长，我们没有感觉。啊，那都是几十劫、几百劫再换一次，我们不晓得。啊，没那么长的寿命。啊，所以佛法到最后，大家肯定了，这是最高的科学。最高的哲学，啊，那么现在也被量子力学家承认了，啊，今天量子力学里面发现很多的宇宙奥秘，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。那现在科学有不少人在研究灵魂这个事情。啊，科学家肯定灵魂确实是有。啊，灵魂的状况在五蕴里头，他们有色蕴。啊，他们有物质的身体，他有受想行识，他的体就是识。我们有身体。体也是实，啊，所以佛经上称它做色身，或者是神识，啊，世间人叫它做灵魂，啊，这个东西有啊，啊，那么在这个社会上，人为什么敢做坏事？他不知道因果关系，他认为没有因果。啊，有机会尽情去享受。这一生完了之后什么也没有，人死如灯灭。这个佛法讲常见，这错误。啊，身体有生死，神识没有生死。啊，神识有迷悟。啊，神识我们一般人叫灵魂，它是在迷的状态，它没觉悟。如果它觉悟了，那就叫佛。觉悟了就不叫神识了，叫灵性，或者叫本性。啊，真心。这个永远是真实的，悟了之后不会再迷。啊，这个这一桩事情，在《楞严经》上，富奴那尊者向世尊请教过。啊，众生迷了，经无量劫修行，好不容易觉悟了。他问佛陀。这觉悟之后还会不会再迷？佛就告诉他不会了。我举个例子，譬如黄金，在金矿里面，跟这些沙石杂混在一起，经过提炼，炼成纯金，纯金再不会变成矿石。
举这个例子，觉悟之后不会再迷。啊，那么最初为什么迷的？这是更高一层的佛法了。啊，最上层的佛告诉我们，没有原因，没有原因难懂啊，这都是楞严经上的话。佛举了个例子，阎若大度，阎若大度是一个人，弥陀人也。啊，举这么一个故事，说明了没有原因。但是事情发生了，啊，恢复正常之后，他就再不会迷了。啊，这个例子讲弥陀认因呢，一般人不好懂。我们举个更浅显的例子，好懂。啊，我们念小学的时候，啊，我念小学三年级。七七战争爆发，啊，日本对中国发动了卢沟桥事变，啊，这前面叫八年抗战，啊，那个时候小学高年级，就是五六年级的学生，有军训课，啊，这是非常时期，就在战争的时期。啊，我们接受过军训的，小学接受过的。啊，军训里大概最普遍的一个科目，紧急集合。啊，教官吹哨子，吹哨子就吹一下，三分钟，服装整齐，帽子戴着，赶快跑到这个操场排队。啊，就遇到有同学啊。穿得很整齐啊，慌慌张张，啊，紧张得不得了。哎呦，问别人，你没看到我帽子啊？人家这，你帽不是戴在头上啊？一摸头，果然，他怎么迷的？没有原因。啊，阎若大度例子就是这样的例子，啊，确实没有原因，啊，他真的服装整齐，他，我们讲大概紧张了。啊，他摸到帽子果然在戴在头上呢，他就不会再迷了吧。啊，所以第一个迷啊，那个念头啊，佛法讲了，一念不觉，最初一念不觉没有原因。那第二个一念不觉有原因，第一念迷，到第二念他没醒过来也迷，啊，第三念是第二念的。果，啊，第四念是第三念的果，前面是因，后头是果。啊，用这个比喻。啊，那么佛劝我们不要去找这些因，为什么？这是高级佛法，啊，初中级的教我们找，啊，我们也找得很起劲。高级的为什么不找呢？全是假的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你找它干什么？啊，迷的因是假的，迷的果也是假的。啊，这就说明有为法不可得。啊，有为生灭法，无为法也不可得。无为法是真的。那是自性，自性里头没有三种现象，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精神现象，也没有自然现象。啊，无论是真，无论是妄，啊，通通不可得。在这个时候，心就定了，妄念不生了，妄念不生，就回归自性。
本定。啊，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告诉我们：何其自性，本无动摇。那就是自性本定。回到自性本定，就成佛了。啊，最初有这些疑惑，不能不解释，不解释你不相信，你不会回头。啊，到最上乘的时候啊，告诉你真话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最上乘以外的，都叫黄叶之体。那黄叶之体是比喻，小孩苦恼。在那里叫喊，啊！大人在树底下捡一片黄叶，落叶落下来，告诉他别哭，你看，啊，这是黄金，可以拿去换糖吃。小孩他就不哭了，哎，目的是叫他不哭，目的就达到了。啊，那换一句话说。佛给我们讲小乘，佛给我们讲中乘，佛给我们讲大乘，都是黄叶之体。目标是引导我们达到最上乘，最上乘跟你说真话，你完全明白了，一点就通了。啊，这个是教学，真正的智慧。善巧方便啊，引导你切入这个境界啊。那么释迦牟尼佛49年教学，前面20年是基础，这一点我们的认识教育，事出世间法，除教育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能够帮助你提升，可以帮助你解决问题。啊，教育的根要厚。现在的社会动乱，主要就是教育全盘失败了。啊，失败在哪里？根没有了，根本没有了。啊，根本没有，那就是枝叶。啊，枝叶是什么？插在花瓶里面的花。那是枝叶，没根啊，几天就枯死了。啊，保护的再好的，啊，兰花寿命长久，也不过一个月就枯掉了，花都谢了。啊，通常的话是一两天的。啊，那么教育的根本是什么？第一个是孝，第二个是敬。现在没有人讲这两个。啊，孝以父母做代表，儿女对父母尽孝道。敬呢，以老师做代表。啊，敬是对一切人都要做恭敬呐。把孝顺父母的心性转变为对孝顺的一切众生，对老师的恭敬心呢，转移成对一切众生的恭敬。啊，一切众生都是我的父母。都是我的老师，要大孝大敬呐、啊！这是谁呀？啊，如果孝敬一切众生，里面没有分别执着，这叫菩萨；没有起心动念是佛，那是自性里头流出来。完全是心得的流露啊！啊，
啊，这叫有根有本。啊，孝是根，敬是本。那么我们学经，学这个佛法，印光大师说，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。啊，学佛，学圣贤的道。啊，中国传统文化是属于圣贤之道。要用什么心去学？要用孝敬。啊，印光大师说的诚敬。啊，孝就是真诚。啊，敬是恭敬。恭敬是悌道，孝悌忠信。啊，悌是待兄弟，对待尊长的。啊，那么孝是对长辈的，年龄跟我父母差不多的。辈分跟父母同辈分的，都是服用对待父母的心去对待他们。啊，现在教育把这个东西丢掉了。啊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没有看到，有少数讲的人，他没做到。啊，大概只有学佛的人，啊，早晚扩送的拜完佛，会拜父母，也很少很少了。啊，那我们在斯里兰卡看到了，看到了佛教的希望，看到了一线佛光。那什么小朋友，他能够尽孝道啊？斯里兰卡的小孩，小学生，早晨起来要跟父母请安，要拜父母，拜还用手去摸父母的脚啊，这显示亲爱。到学校见到老师会拜老师，啊，也用手去摸老师的脚，我们很感动啊，很受教育啊。没想到这个地方还保存住，啊，这一种礼节，在我们中国200年前是这样的，啊，中国小朋友都懂得，200年前。100年前还有少数，多数没有了。啊，有少数家教好的，啊，还有。进入民国之后没有了，啊，学外国东西了，啊，外国人对父母像对兄弟姐妹一样，那就不错了。啊，我们在外国住多年，外国人的家庭就像什么朋友，父子是朋友，兄弟也是朋友。啊，能朋友做得不错，这家庭就很美满，很幸福了。啊，所以没有那样的尊重心呐、啊，他那样的心态呀、啊。所以外国的宗教为什么会没落？对神的信心没有了。啊，教宗本六本笃十六上一个教宗。
我们见过三次面，他很担心，怕二三十年之后啊，宗教会在这个世界上消失。那我们最近听到的一些信息，美国现在不信仰宗，没有宗教信仰人越来越多了。我在美国那个时候，20年前。还好，美国人非常重视宗教。小孩去念书，就要问填表，资料有没有宗教信仰？没有宗教信仰，特别是给你做个记号，这人有问题。怎么会没宗教信仰？那么现在说没有宗教信仰越来越多了，这社会麻烦事情。美国也是个大国，靠经济在支撑着，经济崩溃，这国家就完了。中国5000年立国的时候，它是精神，它不是物质。再苦再难，这个民族能够度过，在外国不行，他没有这种精神。所以麻烦真的越来越大了。汤恩比的报告里面说了，宗教是人类之必须，人不可以少宗教啊。他自己没有宗教信仰，他懂得，他研究宗教，读宗教经典。那么这些专家学者，他们一生的经验呢，很值得我们做参考。宗教的教育、圣贤的教育、佛菩萨的教育，都是教我们远离我业，心要善。行为要善，就是此地讲的垢迷善生。一切不善要远离，善就生起来了。人一生这善心善行，这多幸福多快乐。如果善心善行没有，都是些是非人物贪嗔痴慢，这个生活活得多辛苦，真苦。为什么呢？来生更苦，这讲因果报应。这一生辛苦一点，肯吃亏，不怕上当，不贪图物质享受，行善行善，来生的福报啊！我听到黄念祖老居士的学生告诉我，黄老师在世的时候常常在他们面前呢，赞叹净空法师。他说，净空法师要不往生，来生的福报啊，不得了，不得了。我不会上当，我决定去往生。是人间最大的福报，无过于做帝王啊！
那个做帝王我们看了好多，那在历史上看到，连唐太宗死了都多无间地狱，有什么意思？他做皇帝只做了23年，是个好皇帝，后人都尊敬他，依旧堕无间地狱。这是给我们当头一棒你断卧修善，积功累德，到来世搞个帝王，帝王造业，在死的时候就入地狱。都要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、搞明白，不能干这个事情啊！那么最聪明的、头脑最冷静的，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，这是真的，永远脱离轮回啊！再不能干这个事了。这才是真正得到佛的教诲，真正接受了佛法。佛实实在在讲，就是自己。大乘经教里讲的很多，真心就是佛了，妄心就是凡夫。妄心里头有真心，有觉悟，就是佛。妄心里头有道德，就是中国人讲的圣贤。妄心里头有贪嗔痴的欲望，那就叫六道凡夫。这个解释简单，也解释得清楚。我们想做什么样的人？都在自己一念之间决定啊，与任何人都不相干的。知道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境界顺境好，逆境也好，善缘好，恶缘也好。没有对立，没有对比，这个心才会清净，才会平等。清净平等到一定的程度，就会开悟。觉是开悟的意思。开悟就成佛了。平等是菩萨。清净是阿罗汉，我们学习要不断向上提升，越提升越有智慧，看事情看得越清楚，越明白。别人是我们自己一面镜子，你看他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你看明白了，自然不会起恶念，不会有恶心。那么这些恶念恶心的时候，都给我们非常好的教训。善的要学，不善的要改。要让自己修到纯净纯善。这善僧，下面举为康僧开的本子，善心生言。善心者，以惭愧而发，即无贪等之三根。为善之自信。
与之相应而起之，一切心心所都叫善心。那么这句话说起，惭愧两个字很重要啊。惭，我们一般人讲良心发现，啊，一个有良心的人不肯做不善的事，为什么？他对不起良心啊，他做了不善事，他心不安啊，这个是自己有这个能力啊，这叫惭心所。愧呢，愧是舆论的指责，别人批评你做的不善，人家批评啊，这个就是今天讲舆论的制裁，也产生很大的效果啊。他怕舆论制裁，怕别人说他过失，也不肯作恶啊。所以惭愧这两个是善法，一个出于自动的，一个是被动的，都是善法，都是好事啊。无惭无愧，这是恶法啊。无惭是没有良心，他不讲良心，什么恶事他都敢做啊，他不怕人家舆论批评，不在乎啊，认为自己敢作敢为，这是英雄好汉啊，这样的人确实有，而且不少啊。那么我们面对着，这是我们的老师，一个从正面教给我，一个从负面勉励我，教我啊，决定没有善念，决定没有善心，这就好啊！啊，自己心安理得，届时今天这种乱世，生活得很快乐。啊，真正做到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。古人说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少一事不如无事啊。佛教人随缘，决定不攀缘听佛的教诲，依教奉行，心是定的啊，定就能接受佛陀教诲，定久了他能开悟。在中国儒释道都讲究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，三家都讲究读书千遍是修定，只读不要求解义啊，不要是这句话什么讲那句话讲，不可以，你只找读没有念错，没有念漏掉，从头到尾一遍一遍的读，读上一千遍心定了。所以用电读诵的这个方法修什么？修定啊。
啊，绝对不是叫你把书背熟啊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啊，背熟没用处啊，你不懂道理什么用处？啊，所以佛，啊，或者是中国传统，从小教小孩读书。啊，都念的是古书，小孩哪懂啊？不懂啊，所以有很多人反对。小孩完全不懂，教这干什么？他不晓得。啊，古人教小孩读书，不是教他懂的，啊，是用这个方法了，让他的清净心保持住。小孩也会胡思乱想，教他背书，他就不会胡思乱想。训练戒定慧呀、啊，很多人不知道啊。啊，那么他把东西背熟了，那是副作用，那不是主要的目的。那读上一千遍，他当然能背了吧？那不是主目的，主目的是清净心，是叫他少打妄想。啊，少杂念啊，这是真正的目的，真正的就是修定啊。定的目的呢，定的就是开悟，他将来在听看啊读都会开悟啊，清净心生智慧啊，啊心一乱了就生烦恼啊，要经得起考验的。啊，顺境不生贪爱，逆境不生怨恨。啊，永远保持清净平等就，这是佛法。啊，那么善心以惭愧。以无贪、无嗔、无痴这个三根，这个三根叫什么？善知自性，自性就是自体、本体。啊，善的体是什么？善从哪里来的？啊，能生善的是什么？这就是体。啊，佛教的名词叫自性。啊，是不贪、不嗔。不知啊，是惭是愧啊，这是善的字体啊，与之相应而起的一切心，善心，心所善心所，这名叫善心，所以善心包括心跟心所。啊，心是体，心所是心起的作用，叫心所有法。啊，太上感应篇特别讲究这种事情。啊，人要真正想得福，不能不修善。啊，福报一定要知道，晚年的福报是真的。啊，少年的福报是虚伪、假的。啊，所以在中国自古以来，中国的教学对儿童严加管教，小孩没自由。一举一动要合规矩，要合乎礼节，啊，不可以随便。小时候就管教好了，啊，长大成人，他才有所作为。啊，那么一生当中。无非就是断恶修善，
积功累德。目的什么？目的晚年享受。啊，中国式。孩子的时候扎根。啊，青少年的时候就懂得修复。啊，壮年的时候为社会造福，为家庭造福，晚年享福。那么就是在今天这个时代，晚年他还是享福，比过去中国的旧社会是有很大的差距。因为现在中国的家没有了，啊，家，中国人讲家，古时候是大家庭，啊，因为中国古时候从神农氏，我们以农耕为主，啊，这个社会生活方式。神农在黄帝之前500年，黄帝距离我们现在4000年，啊，那么神农是4500年前，伏羲是打猎的时代，啊，伏是降伏，羲就是野兽，啊，是游牧民族，这是人类起源，最初都是靠打猎生活，啊，到神农懂得农耕畜牧，是居无定所，养畜生，畜生是野生的，把它驯服，啊，养他们，啊，养羊群，养牛群，养马，啊，这些，啊，哪个地方有水草就到哪里去，啊，我在蒙古看蒙古包，那是伏羲氏时代的生活，啊，农耕呢，他有田地，所以他要盖房子，他住在哪不动，啊，农耕需要人力，人多好办事，啊，所以鼓励呀。多子多孙的，这农业时代啊，啊，农业时代绵延了2000多年了，3000年了，啊，周文王距离我们现在3200年，那就农耕了。那么3000多年的农耕。中国这个家庭维系着世世代代大家庭，啊，中国重视家庭历史，家谱就是家庭历史，有根有源的，这孝道啊！啊，看到过去的祖宗，啊，有不少有成就的，啊，建功立业，为国家为民族，荣宗耀祖啊！鼓励后代，啊，后代的子孙要努力，要力取立尊上游，啊，不但要能够跟祖宗啊平等，希望能更深一层，能超过我，这祖宗欢喜啊！啊，那么现在这个社会是空前的一个大转变，啊，这就是从农耕转变为工商业，啊，工业的社会，啊，城市，这个生活是以城市为中心，
古时候农业是以乡村为中心，啊，往往一个村庄是一家人，大家一家人，所以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啊，现在没有家了，啊，那么这个现在这个社会，啊，工业社会，究竟给人类带来是福还是祸？许多人在讨论，没有定论呢。啊，那我们回顾过去，再看到现在，我们会很怀念农业时代。啊，农业时代生活有秩序，春夏秋冬，啊，春耕夏长秋收冬藏，啊，一年最快乐游玩的时候冬天，他说庄稼都收成好，哎，是，所以过年过得长，哎，我们已经在腊家腊八开始到2月2龙抬头，你看看这个过年这个气氛啊，时间那么长，差不多将近两个月啊，两三个月，过年期间啊，农业时代这些闲暇的人冬天没事情做嘛，多半到哪里去了？儒释道三家啊，寺庙里头听讲经啊，寺庙讲经就那时候讲，为什么他有空闲来听呢？啊，他听说很多就住在庙里啊，在庙里挂单呢、啊，啊，一部经讲个一个月两个月，听完了他再回家，啊，叫讨经单，我要来听这部经，他就给你名字贴上，分个房间给你。啊，那么在书院，那就是儒家讲学。啊，道观，你喜欢到哪里去，都可以到那边去，等于说是年假度假。啊，度假真的去学东西，啊，去听，去修行，参加修行。啊，那是精神生活向上提升。现在这里都没有。这个工业社会把农业破坏了，啊，那么古时候那种生活那样的安详清静，啊，心地善良，妄念少，杂念少，啊，现在这个工商业妄念多，杂念多，啊，人都过得很紧张啊，心浮气躁啊，跟农业社会相比完全不一样啊。那么现在许多学者专家在研究怎样把它调成均衡，这是大学问。啊，我在美国的时候第一次在旧金山讲经，83年是在一个犹太人的老人公寓，这犹太人很聪明，老人公寓不大，一个单位比这个房子大一点，啊，通常各三个房间，
有客厅、卧房、储藏室。啊，有卫生间，还有个小阳台。一个单位。啊，他那个是出租的。这旧金山呢，那也是寸土寸金，都市嘛，所以他这个公寓是高楼，有400多个单位。啊，有的是夫妻两个老了住在一起，有的走了一个就单身。啊，400多个单位。我在那里讲了一个星期，我很喜欢，我说21世纪的寺院呢，应该是这种方式。年轻人哪有时间来学经教啊？念佛都不可能，退休了，老了，到养老院，让天天没事情干。所以我们在讲经的时候，很多人都来听，听着很欢喜。啊，带着大众啊来念佛，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。啊，多少人在想怎么把它均衡接受。接触，我觉得这个是个方法。啊，那么这在斯里兰卡，啊，我也是在做这个实验。啊，建一个阿弥陀佛大饭店。阿弥陀佛大饭店是什么？是21世纪净宗道场。那我们也不要叫他学会，净宗学会是夏莲居老就是提倡的。我提倡阿弥陀佛大饭店，你要不要吃饭？你不能不吃饭，要把念佛学经教当做饭吃。啊，他真的是个饭店，啊，就是美国老人公寓那个样子。啊，他这个房间可以买。可以住啊，你能把它买下来，你永久居住啊。那么大饭店里面有大餐厅，自己可以不要烧饭，这省很多事情。还有一个好处，不要找佣人来打扫，他有服务生，天天来给你整整齐齐，你一点不对老人好啊。老人老的时候找个年轻人照顾到哪里去找啊，这办法好极了啊。所以我希望呢，将来这一个阿弥陀佛大饭店能住1000个人啊。的第一期工程是200个单位住400人啊，以后再扩建的时候再做第二期工程，跟这个一样再建一个。这个好啊，他住得很安静，什么都不要操心。啊，如果有一点点积蓄放在银行，他过得很自在，很快乐。啊，这房间买下来不要付房租，啊，是自己的。啊，将来自己往生了，就奉献给饭店。啊，让饭店的时候租给念佛人，到这个人住，通通是念佛的。啊，就是弥陀村一样嘛，有讲堂，有念佛堂，啊，有这个起居室，大的起居室，啊，像茶馆一样，在里面可以喝茶，可以聊天。啊，就像开茶馆一样，啊，有餐厅，啊，这样的经验，那么不断办讲座，啊，传统文化讲座，一年到头每个星期都有，啊，各种不同的这些性质，啊，所以这个饭店生意很好啊，绝对没有一天是空的。啊，我们希望的是，这就是我们的大道场。啊，不要搞现在这种形式。
啊，什么宫殿式的建筑用不出。啊，这个里头讲经，以讲经为主。为什么呢？道理、方法、境界搞不清楚，都是盲修瞎练。啊，一定要多听经，听懂了，你念佛才会有味道，才会有法喜充满。啊，像我现在这个老了，这正是老年人了。啊，87岁，到哪里去找佣人照顾？那这个饭店的时候，我给他买一间。啊，我常住在这，我还天天能讲经。啊，讲经就培养学生。啊，年轻人呢，听到我讲，复讲，逼着他复讲。那找哪些人？都是住在里头人，他不会出去。啊，那么有60岁就来养老了，那他学过5年，65岁就讲得很好啊。啊，用复讲这个方式，我过去讲了不少经，都留得有光碟，他喜欢哪个他就学哪个。啊，这个里头讲堂很多，有大讲堂，有小讲堂，最大的讲堂容纳1000人，啊，可以开国际会议。啊，小讲堂总有7-8个，啊，50-60个人的小讲堂，啊，什么人喜欢讲，统统提供，啊，免费提供你，啊，欢迎你去讲。得想怎么调和 啊，那么希望这样的大饭店越来越多啊，不要再搞养老院了，养老院很枯燥啊，一听说老养老了啊，大饭店好啊，不叫大酒店，这里没有酒，没有肉，素食啊，土地面积应该够了。啊，它有10个阴谋，就是60个中国谋，有这么大土地。啊，至少我们要用，像中国谋什么地，种菜。啊，种蔬菜，啊，蔬菜能够自给自足，自己种的，没有农药，没有化肥。啊，听念佛号长成的，对健康啊，做成功了，鼓励大家多做，这个事情好，真正有能力啊，想替佛教做一点事业，想修几点功德，开这个大饭店好啊。斯里兰卡是个佛教国家，全民学佛，啊，小城还没有把肉完全断掉啊，但是他们的国家佛诞节7天啊，7天7夜，这7天的时候不杀生，这7天没有卖肉的，全国啊，也很难得了啊，那么他们现在是个非移民的国家啊，不接受移民，我们要跟总统好好谈，我跟他谈过，我说移民可以开放，开放给佛教徒，
啊，受过三皈五戒，是吃长素的，啊，这样的人我们要，啊，不是这样的人我们不要。他点点头说：“有道理。”啊，那么他要来移民的话，就是这样的，阿弥陀佛大饭店的，他买个房间，这就可以。啊，而且什么养老，这是积福啊，真真是，好事啊！这等老人晚年怎么办呢？啊，所以这个饭店里面必须还要有诊疗所，啊，中西医通通有，啊，养老送终都在这个地方。啊，通通照顾啊！老人到这个地方心安了，不怕没人照顾啊！啊，老人公寓、佛屋没那么亲切啊，物质方面照顾到了，精神方面没有啊，所以。阿弥陀佛大饭店，面面都照顾到。啊，你有什么样的时候，只要是正面的，符合伦理道德的，啊，不是负面的，我们都可以帮助你，满足你的愿望。啊，这里也是一个娱乐场所，很多事业都可以在这边经营，小规模的。啊，我们先第一个来做这个实验，成功之后推广。啊，每一个城市里头都可以做。啊，希望人的时候，在这里住的时候，生活很快乐，很幸福。啊，大学培养佛教各个宗派的师资，啊，办好之后，我们再办一个宗教大学。团结世界上所有的宗教，互相学习，化解冲突，化解宗教之间的矛盾，给社会创造永续的安定和谐。好事啊，值得去做啊。啊，佛教教学的目标是什么？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这个事业就能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啊，让你住在这里心安理得，你没有忧虑。啊，这里面人每个人是笑面迎人，都像兄弟姐妹。怎么样造成的？天天讲经造成的。啊，他在那里有时无聊啊，听经了，听经会听上瘾啊。那听上瘾，他就快乐了。没想到了，我们在这样的晚年还遇到这么机会。啊，这个机会我不会让他失掉。我们再往下面看，净月弥陀本愿，在此
对境宗之真实信心也。啊，这里讲到，你看善行，善行讲到极处，善行什么善行是最好的善行？对净土真实信心，这是最好的善行，没有比这更好了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。为什么？它帮助你一生成佛，利苦得乐达到了极处了，是成佛。啊，没有达到真正成佛的时候，善行不圆满了。啊，这个我们要认真去思维。啊，什么是真正善行？啊，古人讲这个善的果报，先前善，来生善，后生善，永远善，这叫真正的善。啊，我这一生很善，啊，过得很好，来生不善，这不是真正善。啊，这一生善，来生善，后生不善，那不是，不算善行。啊，永远善到底，这成佛，成菩萨。啊，阿弥陀佛了不起啊！十方诸佛对他的赞叹不是白赞的，他有事实摆在那，让我们看到，这叫真善。啊，什么事实？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是他创办的，啊，他能够把一切众生造无逆十恶，毁谤大乘，这个是无间地狱。这样的人，只要他明白了、清楚了，他忏悔。啊，后不再造，信愿念佛，他就能往生。阿弥陀佛不舍弃他，接他到极乐世界去，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之菩萨，这还得了吗？阿惟越之是明心见性的化身菩萨，到达极乐世界跟这些法身菩萨平等，智慧平等，神通平等，道力平等，一切受用都平等，没有人能做得到。佛是有能力做，没想到。啊，阿弥陀佛想到了，想到他做到了啊！啊，这么好的事情，我们今天盖个饭店，阿弥陀佛大饭店，就是跟阿弥陀佛连起来。哎，在这个大饭店住久了，将来就到极乐世界去了。这个才真正中国人讲的知愚至善啊，达到究竟善圆满善的目标啊。啊，真实信心这四个字。
生意当中省掉了一个字，生口意，三业，身善、行善、口善、言语善、意善、心善，没有不善的。啊，我们得干这个事情。柔然为心柔和，而顺随顺于道，啊，与道相应，啊，这个道是佛道，佛道是圆满的大觉。啊，圆满大觉的基础是戒定慧三学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是，我们要从戒定慧下手。三学六惑。三福六度，这是净宗的标准啊，净宗所根据的就是这些啊。后面圆满呢，再加上普贤十愿。阿弥陀佛大梵天修什么？就修这四五样东西啊，三学六合，三福六度，普贤十愿啊，要求我们大家每个人都知道啊。有一批人带头干啊，进去慢慢几天呢，他就习惯了啊，会跟着干的。如《法华经》曰：“众生即幸福，智之亦柔软了。”啊，这就教学的成就，教学的效果出现了啊！大家相信，大家服了。啊，对谁服？对佛服了。佛的教诲正好。啊，我们真的要依教奉行。啊，智者是这个意真心、真诚心的出现了。啊，心地平和。安详欢喜柔软呐、啊、盖此土众生呢刚强难化啊，这讲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确实是刚强难化，尤其是现在啊，中国古代因为有几千年教化的根底底子厚啊，啊，真有人教啊，不难呐、啊。这个不难是跟世界上其他地区人相比。啊，以往我们在汤池做实验，做成功了，证明。我就证明两桩事情，汤池的实验，第一个证明人性本善，人之初性本善，第二个证明人是很好教的，你要教他善，他本来善，所以
它跟善相应。啊，这个事情虽然做的时间不长，影响很大。啊，从影响来讲说，做成功了。啊，国内有很大的影响，国外也如是。啊，没有这个实验，人家问我们，真的吗？都不敢相信。啊，做出来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啊，那么现在，澳洲图文吧，这个小城，十几个宗教。这些宗教领袖们自动自发把这个小城造成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，那也做得相当成功。啊，这一次我们在巴黎听到他们的报告，这些宗教领袖、图文巴的市长，统统都参加了。好事啊！啊，今年九月，图文巴要办一个活动。九月份是那边的花季，每一年花季世界上许许多多人喜欢看花的、爱花的都到那里去啊。那么这一次要办论坛，多元文化论坛就在花季里头，好事情。我们这个市长，以前一个老市长，我在图文巴的时候，送我一个图文巴市荣誉公民。这个新市长呢，又送我一个荣誉公民。以前是有，啊，这个地方没有挂起来，现在是做这么大，好像勋章一样，铜的。都挂在身上，荣誉市民，非常希望我回去。啊，现在陆克文做总理，我很可能会回去的。啊，看看老朋友。一定从一个城市有个榜样，如果没有榜样做不出来啊，做一个神太大了，做不好，就是小小的做产生作用，让大家看到了，有了信心了，就好办了啊。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信心，这信心危机造成整个世界的危机，世界危机的根源来自于信心丧失了。啊，如何把信心重新建立？啊，这个世界有救啊！啊，有很多好心人士，我们发现越来越多。这些好心人士连在一起，为整个世界创造永续和谐。这几句经文，玉光闪闪，啊，阿弥陀佛的光，让我们升起，一切善法。
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，三途显途，前面是讲人得的好处，这是讲三途三我道啊，三我道也得利。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，戒得休息，命中戒得解脱。三途，这个途就是道的意思，就是三我道啊。三途呢，火途、血途、道途。火途是地狱啊，地狱是一片火海啊，苦不堪言。我在上个星期有同修送了一份资料给我看，这份资料是爱因斯坦附体投的信息啊，爱因斯坦发明原子弹，他现在哪里？在无间地狱啊，他说他死了直接就堕地狱了，没有经过中阴身，无间地狱啊。什么罪呢？就是发明原子弹。他原来只是做科学实验，没有想到的时候啊，造成原子弹带这么大的后遗症。伤害众生太多太多了啊，来求我超度。啊，什么方法呢？叫我要劝每一个国家领导人不要再发展核武了啊，不可以用在战争上啊，说得很清楚，核武战争没有胜负，同归于尽的啊，而且是灭绝人种的战争，太可怕了啊！他后悔莫及啊，他说他前世是中国人，做过和尚啊，对于经教很有研究啊，所以他有智慧，他很聪明啊。过去生中学佛不止一世，不止一次，很多次，可惜那个时候他没有求往生，就是他遇到过净土啊，总是心念的是想替众生做一点好事情，这个念头错了啊，生到西方变成一个科学家把他的前世今生自己说出来规劝世人啊，在世的时候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科学家啊，得到世界上人多少人赞他，最高的荣誉属于他，死了以后无间地狱
这有什么意思？啊，他也来找我。啊，我们问的，有人问他，你躲什么地狱？就是黑无地狱。他的罪，每一个细胞都像原子弹在爆炸，苦不堪言。啊，温度是摄氏几千度。啊，那么一个爆炸受一次，立刻第二个爆炸，第三个爆炸，不间断呐。啊，苦不堪言呐。啊，过去学佛的善根。地藏菩萨特别准许他附在人身上，把他的事实真相说出来，告诉大家，告诉他回去再受罪。啊，所以他讲得很好。啊，制造黑雾的人，下达命令的人，执行的人，将来都跟他的罪一样。以前没有原子弹这个地狱，现在有这个地狱了，啊，非常可怕。所以地狱是没有数量的，世间有什么罪业，地狱就有什么地狱。啊，你怎么样杀别人，人家怎么杀你。啊，怎么样伤害别人，叫人受苦，你也受同等的苦，还得加倍。这个不能不知道，是火土，那原子弹这个火就是火中之火，啊，摄氏几千度的高温，啊，不停的在烧。血土是畜生，啊，畜生大概都是互相残杀，弱肉。强食，啊，死的时候都是流血，所以称之为血徒。啊，也就是说，畜生很少有善终，啊，自己死的很少，都是被别的野兽被吃掉的。刀徒啊，是鬼道，啊，鬼疑心很重。怀疑是魔鬼道的原因，所以疑心生暗鬼。啊，他常常感到有人要害他，有人要杀他，所以通常都是生活在恐怖当中。啊，中国古谚语有一句话说。说得很有道理，人怕鬼，人有三分怕鬼，鬼有七分怕人，鬼怕人超过人怕鬼，所以人大致应该不需要怕鬼，鬼怕人。那你要胆小，他就会吓唬你，啊，很难得碰到啊，有个胆小人，他也去乘乘威风去吓唬别人。啊，你理直气壮，啊，咳嗽一声，他就退得很远，啊，所以鬼是刀徒，常常感到有人拿着刀要杀他，啊，称为这个三徒。下面是小玉皆寒热。小地狱，里面呢有寒有热，八寒八热，
大愚，大地愚唯在愚，就从热而言，故地愚呢名为火土。地愚，佛经上讲的很多啊，《地藏经》里头有说，代说的啊，专门讲地狱。他没有这个本子，我们前些年，但十年前我住在澳洲的时候，我们家乡城隍，庐江县的城隍，也是附体来找我，啊，说出我童年在庐江生活的状况。那我知道是真的，为什么？我童年的事情，我弟弟都不知道，他小我6岁。完全不知道，只有母亲知道。啊，城隍能说得那么清楚，我相信是真的。我又问他，你找我有什么事情？恢复城隍庙，这个事可难了。我说中国政策你晓得，佛庙如果有旧庙可以准许恢复，神庙不行，这个没办法啊。他就给我讲阎王殿，就是十殿阎王，在我们家乡以前城隍庙阎王殿、十殿是泥塑的，塑得非常好。啊，让人到了阎王殿去转一圈，心惊肉跳，不敢干坏事啊。那是母亲带着你去城隍庙烧香，告诉你干这个，那受这个果报，干那个那个果报，从小灌输。根深蒂固啊！啊，一生当中遇到坏事就想到城隍庙了，起很大很大的作用。啊，就这个是城隍庙的教学，比什么都重要。这现在人不相信果报，那城隍庙没有了，我说是好事啊。啊，正好那个时候，啊，我在新加坡，新加坡李牧原居士，居士林外面的围墙，想做浮雕，啊，在福建惠安，惠安的浮雕非常出名，啊，所以我就想把这个十殿阎王用浮雕的方法镶在这个围墙上，我说这个可不可以？哎，他就想到了，他说那就不如画了，那画就更方便了。我有个同学是画家，那我就找他，他说画好，画了之后多印，啊，希望将来全世界每一个净宗学会都能够收藏一张，每年像展览一样，画展一样。展览个2-3次，啊，让大家看。我说这好，这个画的说城隍建议的，我讲讲一次。啊，我跟他一谈这个事情，他马上就接受。1年的功夫画成了50米长，
26公分高，啊，这是原来的图，啊，化成功之后，我大量复印，啊，复制，啊，复制的好啊，比原版还漂亮，啊，分送给全世界。净宗学会去供养，啊，我自己还留了大概有10幅的样子，作为礼物。啊，我记得我送给英国女王，送了她一张，啊，她非常欢喜，她说啊，80岁那一年，80岁生日，8年前。给我写了一封信了，感谢，啊，80岁生日里头，最好的礼物是我送他这份，一张地狱边疆图，一张孔子神迹图，一套大藏经，啊，这送给他的。啊，这个是城隍庙做的功德了，真实功德了，啊，不知道让多少人收敛的不善的心，不善念头起来了，想到城隍庙，自然就化解掉了，功德确实无量。绝不亚于佛庙，啊，跟这个儒家的书院不输给他们了。啊，儒释道在中国古代鼎立三祖，啊，对于社会安定和谐，对于国家长治久安，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。啊，那我听说现在好像可以恢复了，这好事情。啊，恢复城隍庙，如果再由画家来画地狱变相图，我们在佛经上找到。做了一番功夫，把所有佛经都拿到看，有关讲地狱、讲因果报应的，把它抄成一本，啊，变成一本书。注经，这是一切经里头，佛说地狱汇编，啊，汇集成一本，里面一共有25种经论，啊，大藏经里面内容比道教的丰富多了。我们原来画这一张是道教的，根据道教的，啊，再画的希望根据佛教，啊，道教果讲得很详细，因有很多确实，佛教经典里面。因果都详细，什么因，什么果报。啊，这是非常有价值，值得做的好事。啊，大善好事。所以地狱呢，总是从日。啊，罢寒地狱，现出来也是一片火光。但那个火光是摄氏-0下，那不知道是几千度，啊，皮肤都冻裂，啊，所以裂得开花了。
畜生互相啖食，故云血兔，恶鬼常被。这应该是区别啊，被人驱使，别害啊，特别是像现在，每一天杀众生吃的有多少？数量吓人呐！全世界每一天屠宰，路上走的、水里游的、啊，天上飞的，每一天屠宰十几亿也，这么多的畜生。他能甘心吗？他情愿这个肉被人吃吗？早年在农业社会，没有这种信息。啊，我记得小时候在家乡，我们家乡肉食一个月才一次。小城里面杀一个猪啊，那猪卖叫做幌子，树干上的树上挂个小幡，人家看到，哎，今天有猪肉卖，到那里去买肉，一个月一次，哪有天天有啊，哪有那么多啊，过年才会天天有，大概有多少天呢？不出十天。啊，一般人家里都是五六天。啊，富有的人家大概为十天。啊，每天桌上有啊，平常看不到啊。啊，动物是野生的。啊，鸡鸭鹅都是野生的。都是自己放出去，自己觅食啊！啊，生活很自由啊，很自在啊！啊，哪里像现在？现在到养鸭场、养鸡场去看，惨不忍睹啊！那小鸡孵出来的时候，可能到死都没有在地上走过一圈，都在笼子里长的。啊，用高温促成的长成。啊，乡下一只鸡，一只鸭，差不多至少养半年以上啊。啊，猪只要养十个月的，养一年的。啊，现在。我去在庆云看到一个养鸭的基地，其实是带我去参观。那里面工作人员提了个小鸭，放在我手掌心，跟我手掌一样大，这么长，啊，这么高。他问我，他说：“法师，你看这个鸭出生几天了？”我说：“至少得。”一个星期到十天吧。他告诉我昨天出生，我吓了一跳。昨天出生，这怎么今天这么大？我说你这个鸭子卖到外面去，大概多时候？两个星期。两个星期就把它卖到北京，北京烤鸭，三分之一是这个基地养的。我回头告诉大家，鸡蛋鸭蛋别吃了，太可怕了。啊，都是吃一些化学饲料，
都是不健康。人吃了这些肉会健康吗？会不生病吗？不可能啊。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，摆在眼前的事实，有多可怕。农业社会没有这个现象，啊，现在肉不敢吃。你到基地去看一下，非常可怕，恐怖。啊，现在连蔬菜都有问题，农药、化肥、改变基因，对人都是不健康的。唯一的办法，自己种菜，没法子了。啊，你要想吃到真正干净的东西，不自己种，你就找不到。别人说有机，现在人说话，骗人的多，说实话的少啊。啊，必须自己干。啊，尽量利用土地，多种一点蔬菜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